做物外嬉戏弄人，当佢玩不必记恨，如何被折磨仍然任我行，天崩临时亦咁好瞓，地位我于最下层，只向我跟天接近，穷途落魄时才培育圣人，一转运时声威必振，嘻哈调皮傲慢半生，斗志勇谋乐事情深，得失一次难分正与笨，老天无谓扮怜悯，莫问我主角下人，各去演相当气氛，无名做蚁人，成名做伟人，翡翠石头变粒真球。秋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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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明啊！唔通咁早落咗山？七叔，昨晚冒犯，请原谅。小女子虽是弱质女流，但亦不能让夫君任人宰割，故冒死上京营救，请保重，秋明。喂，行住，大肚婆，你想点啊？老子好谂住近个女色，大肚婆都冇所谓啊！救命！走啊！救命！仲走？吓！仲走？系咪有事多球啊？死老鬼！你好嘢！大家都咁话。哎呀，秋明，你见点啊？啊，见点啊？啊！冇咩嘢，个腿有啲痛啫。哎呀，我都叫咗你唔好咁冲动噶啦。若果头先唔系我及时赶到啊，你话点搞咧？七叔，你而家咁嘅情况啊，最好揾笪地方休息下，等好翻啲先至再行啦。啊？哦。我嘅意思即系同你一齐再起程啊。多谢七叔，多谢七叔。起身。好声啊，吓！相公饮茶啊，坐。系咧，有冇咩头绪啊？所有正宫对冯京都好不利，而家系皇上亲眼见到冯京用火枪嚟指吓住佢。睇罢今次，冯京水洗洗唔清。会唔会刘基想行刺皇上，咁阿京用火枪去救驾时候，皇上误会咗咧？都有咁嘅可能。不照呢度所讲，以冯京嘅行为。好难令人相信佢唔系行刺皇上，但你我都知道阿京绝对唔会做啲咁嘢噶嘛。我都相信佢，只不过口讲无凭，我哋又冇真凭实据。边个？大人，阿木啊，入嚟啦。大人，只人和将军啱派人送咗张帖嚟，话同你洗尘。大人仲有冇其他嘢吩咐啊？冇啦。大人，如果有嘢吩咐，即管开声。我阿木定当效劳嘅。嗯，冇咩嘢噶啦，你去分担下水啲工作得噶啦。啊，知道啦，夫人，冇咩嘢，我出翻去先啦。相公，你打算点？你觉得应该点？我觉得你不如去睇下佢讲咩都好啊。嚟嚟嚟，大家饮杯，饮杯。诶，阿龙。你點解唔飲啊？爹，我諗你唔記得咗，我哋趙家點解會絕子絕孫？要我同佢飲酒？我想食佢嘅肉，飲佢嘅血啊！趙大人，混帳，你都輪到你講説話咩？就算你同耿大人以前有咩過節，都應該一筆勾銷。嚟，敬耿大人一杯。趙大人，既然趙公子唔想嘅就……阿龍，係咪好勉強啊？饮杯，咁咪好啦。
咁樣飲過呢杯之後，大家都可以做個好朋友啦。爹，我啲唔舒服，走先。我睇先。為個衰仔咧，你向得不顧正業，喺出邊咧搞三搞四，撩事鬥非。爹，請多多包涵。嚴重啦，嚴重。好啦，我哋唔好講啲衰嘢啦。啊，馮京同埋陳詠蓮呢單案審理得掂啊？我啱啱上京冇耐，對於整件案我仲未深入了解。其實都冇乜嘢要了解啊。見過一字咁淺，就係陳詠蓮串同呢個馮京謀朝篡位，當場被人捉到，證據確鑿，其實好易判嘅啫嚇。件案就係咁簡單。咁你覺得有咩複雜咧？咁我暫時又未發覺得到。咁咪就係咯。嗱，皇上咧指定更大人處理呢件案，只要咧就唔想大家知道佢排除異己。如果更大人可以將呢件案處理得好嘅話咧，皇上一開心啦，功名利禄咧就滾滾而嚟啦嘛。冇錯啦，更大人，如果你將佢無罪釋放嘅話，咁啊後果不堪設想。除咗放虎歸山之外，更大人仲會有抄家之罪，真係咁嚴重？梗係啦！如果更大人處理依件案處理得不妥嘅話，皇上一嬲啊，更大人有咩後果咧？再加上更大人，你以前同馮京係份屬同窗，皇上就會懷疑你同馮京係一伙嘅，到時更大人嘅頭腦都不保啊！咁兩位可以大可放心，我同馮京不嬲都係勢不兩立嘅，我一定唔會偏私於佢。我睇下浩天咧就會出嚟噶啦，高師爺，請茶請飯，請請請。哇！咩事咁熱鬧啊？啊，浩天啊，高師爺嚟揾你啊！好，叫佢坐下咯。阿天啊，其實咧，阿京就係無辜嘅，因為當日咧，我就同阿京一齊入清涼寺，阿京咧就只係想見一見格格嘅啫。念在我哋往日一場同窗啦，咪就咁放阿京一馬咯。咩一場同窗啊？咩放佢一馬？我身為朝廷命官，我接受朝廷嘅俸禄，呢啲咁嘅亂黨，我梗係剷除佢噶啦。相公啊，阿俊嘅意思係咩意思啊？我今日叫你出聲啊！話你哋聽啊，如果俾我查到邊個有份參與嘅，無論係我娘親又好，或者我爹都好。我一樣照斬，絕不手軟。不知所謂。阿娘，我個錯。Keith， 大哥。娘亲，你点俾人捉到噶？就咁嘅，我想莫善泽打听你哋嘅消息，点知俾佢哋发现到，搞成咁咯。快啲，快啲，爹，娘亲，京，大京，你冇事嘛？我冇事，我害咗你。唔好咁讲，连你都俾佢捉埋，你这日望打尽啦。我哋冯家三代唔做官都风平浪静嘅，有一个人做咗官啫。全家都有事啊！对唔住，爹娘亲，系我累咗你哋，但我都系俾人陷害嘅。唔通皇上亲眼见到嘅嘢都可以叫陷害咩？得啦，天，得啦，天，听讲而家我哋件案系由你主审系嘛？系又点啊？系啊，最好啦！你审案不嬲明察秋毫，你一定会替我哋伸冤嘅。咁你就错啦，冯京，由细到大我同你水火不容。如今有機會可以令到你抄家滅族，你估我會放過你咩？哎呀，阿天啊，唔係，近大人，雖然我哋兩家不和啫，但係今次人命關天嘅，我希望你海量汪涵，前事不記，幫我哋伸冤啊！話曬，我都係由細睇到你大啊！大人，你做下好心啦！大人，我唔想死啊！就憑你講一句，唔使死。你估你哋可以逃出生天咩？近路天，我估唔到你公报私仇，你简直系卑鄙小人。冯京，话晒我同你相识一场，你就嚟斩首啦，有咩遗愿嘅，
即管講啦，睇我可唔可以幫你達成。話俾你聽，就算我變咗鬼，我都一定揾你噶。即管嚟揾我啦，近航天，我睇錯你。我睇住佢哋，翻啦翻，阿洪天啊，阿周壮师等咗你成个时辰噶啦。嗯，近大人，周壮师，请坐，请。今次嚟有咩贵干？系咁嘅，赵大人官邸最近咧就做紧收葺嘅工作。有兩箱嘢冇地方擺，想話擺喺府上度。呢兩箱係咩？你過嚟睇啊！阿水，打開佢。正所謂無功不受禄，咁厚嘅禮我點收？咁姜大人太過見外啦。呢啲係趙大人少少嘅心意，你咪想要。但係唔使但係啦。只要鄧大人在審理馮京和陳永年這件案的時候能夠大公無私秉公辦理，那趙大人高興都來不及，區區兩箱黃金珠寶又算得什麼？那我就卻之不恭了。那這兩箱東西我就幫趙大人好好地收藏起來。那最好，大家都是自己人，不用這麼客氣。鄧大人，我有事我要告辭。阿母送客。洪天啊，梁生同阿爹虽然话好中意钱啫，不过呢啲钱唔要得噶。点解唔要得啊？哎呀，所谓不义之财不可贪啊嘛。咩叫不义之财啊？相公啊，唔通话公仔画出肠咩？所以话咧，我话你妇人之见即系妇人之见。呢啲咁嘅金银珠宝系赵大人送俾我，提醒我审理呢件案嘅时候小心一啲。咁但系，但系咩啊？唔好再讲啦。哎呀，你哋话啦。浩天點解會變成咁咧？你話，嚟嚟嚟，飲杯飲杯飲杯，跟大人去敬你一杯。好啊，我唔制啊，要你同我敬一杯。你又要？我敬你先嘅，你唔同我飲，我今晚唔服侍你。哦，咁好簡單啫，兩個一齊敬，就兩個都要服侍我噶啦喎。跟大人啊，只要你高興嘅，唔好講話兩個，二十個都可以啦。真嘅？不過只怕。只怕，只怕啲咩啊？咧，只怕更大人要翻嚟审阅文件啊！系啦，文件，我有咩文件要审阅啊？就系冯京、陈永年嗰件案咧。吓，我一早就有结论噶啦。哦，结论系点啊，更大人？好简单啫，佢两个真系死有余辜嘅，灭于将佢哋抄家灭族咪得咯。真嘅？当然啦，为公为私，我都应该咁样做嘅。赵大人，你觉得我讲得啱唔啱啊？嗯，我哋今晚不醉无归。好，饮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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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啦！相公成晚冇翻，唔知去咗边呢？老爷啊，你话佢会唔会遇到山贼或者豺狼咧？吓？系啊，我猜我哋把衰口啊！你睇下家嫂都急成咁啦，仲乱喺度噏嘢，冇嚟答。嗯，相公，你翻嚟啦！哎呀，阿天，你翻嚟啦！嗯。你成晚去咗边啊？关你咩事啊？一早喺度烦住晒。企喺度，你知唔知你琴晚成晚冇翻嚟？家嫂为咗你成晚担心啊！吓？我点啊？我妓院玩下得唔得啊？系咪下下都要同佢讲啊？吓？阿天啊，你成晚出去花天酒地，你翻嚟讲嘢仲咁大声，你而家当丹丹死咗啊？家嫂，丹丹姐。你个衰仔啊！我刮醒你咩啊？我假假地啊，都系大利子少卿啊！你喐咗我一条头发，恐防你命都唔长啊！爹，你我冇眼睇你个衰仔！老爷老爷，你唔好怒气啦，我七伤咗身体。个衰仔嚟噶，去边啊？执晒行李想走啊？走啦走啦，走去搵呢个只咁嘅冯京啦！喂，而家你大条道理噶咯，话我唔要你，话我抛弃你，不咁喎，冯京而家就喺天牢，佢怕且要斩噶啦噃。你收声啊！你知唔知自己讲紧乜嘢啊？你唔单止冇我，仲冇阿京，甚至系自己啊！估唔到你升咗官之后，
成个人都变晒，我真系后悔当初嫁俾你啊！你自己蠢啫，你实在太过分啦！你咩身份啊？小环，我哋走，走啦走啦走啦！女人啫嘛，妓院大把，我使稀罕你？好，好，不枉我安排你系耿家做嘢，终于都得到一个好消息翻。小人都是托大人的鸿福嘅啫。你翻去先，如果再有咩好消息，翻嚟报告，老夫一定重重有赏。系，小人告退。大人，耿浩天果然对冯京怀恨在心，而且日日沉迷酒色，我睇以后更容易控制。边个？系我。一路上有冇人跟踪你？冇。结案查成点啊？我发现咗陈大人身边嘅包侍卫的而且确好有问题。好有问题？有咩问题？佢最近财富倍增，仲喺呢个西街买咗间大宅添。有咁啱得咁巧，喺呢个时候佢系指证陈永年同埋冯京。冇错。咁即系话，好有可能系赵仁和收买佢哋。而家照成件事嚟睇，谋害皇上最大嫌疑嗰、那个。应该就是赵仁和，我想刘基响天牢被杀都是他主使，不如咁啦，我哋去皇叔告发佢啦。诶，唔好咁冲动，而家都是我哋自己推测啫，未有真凭实据噶嘛。嗯，为今之计，我哋应该继续假意奉承佢，等佢冇咗戒心嘅时候，咁我哋有充裕嘅时间查呢件案。其实真系难为咗你啦，要你做咁多年愿意做嘅嘢，冇所谓啦。不過最麻煩都個阿木，一直都係監視住我哋。唉，佢都算陰險啦。佢要揾個家丁我嚟做卧底，我好彩佢有張良計，我哋要有過牆梯啊！大人到。帶陳永年、馮京上堂。你二人官职早被皇上罢免，为何见到朝廷命官唔下跪？你哋咁样做法，即系藐视国法同埋公堂。既然两位大人都咁注重门面功夫，冯京啊，我哋咪尊重下佢哋啦。乜尊重朝廷命官系门面功夫咩？尊重喺个心度，唔系喺个膝头度。好，人嚟用刑，咪住。为免陈大人受丈量之苦，我跪你。陈永年、冯京，你二人密谋造反，行刺皇上，如今证据确凿，理应抄家灭族。唔得噶！格格，呢度系公堂，唔系皇室。公堂又点啊？耿浩天，枉我喺王兄面前力荐你审理呢件案，估唔到你系个衰人。唔好理佢，继续审。但系本官仍有一疑团未能解开。人嚟，全包侍卫。卑职包伦叩见两位大人同格格。包护卫，你一直以来跟住陈大人办事我。系啊，大人。俸禄多少？每月五两银啊，大人。咁点解近月来你嘅财富倍增，而且大饮大喝，任意挥霍，仲有无缘无故喺西郊买下一巨宅，你又指证陈永年、冯京谋朝篡位，唔通你点解望住赵大人啊？唔通间大宅系赵大人送俾你嘅？唔系啊，唔系啊，大人，我冇讲过，间大宅系我自己买噶。你边有咁多银两啊？唔通你贪赃枉法得嚟嘅？包龙，你好从实招来啦。我你耿大人，请问包护卫嘅财富来源同呢件案有咩关系？当然有关系啦。刚才都讲过，包护卫富贵之时就系指证冯京、陈永年之人，好有可能包护卫系俾人收买，然后作出一啲政功陷害二人。耿大人，
你身为大理寺少卿，审理此案事关重大，责任非轻。你而家就凭空猜测，就话包户系被人收买，咁样判案似乎太过草率。希望大人有真凭实据先好咁讲。周藏师系讲得啱，此案事关重大，而本官亦未有真凭实据。人嚟，将人还阿天奴，待本官查过水落石出之后，再择日重审。跟龙天，你喺度。大人，你咁样压喉落去都唔系办法噶。今日仲有咩办法啊？耿大人，你系咪第一次做官啊？赵大人，你咁讲系咩意思啊？乜嘢意思？今日包时围咧就系陈永年下边一条狗嚟嘅，佢嘅财富亦同此案无关啊！你啊就三番四次出尔反尔，将此案压喉，你到底搞咩花样啊？搞咩花样都系我嘅事啊！又关你咩事啊，赵大人？皇上根本就将此案交托俾你，希望你速速审结，铲除叛党。你竟然冇错啊！我得到皇上嘅厚爱，先可以处理呢一件案。我当然要查个水落石出啦。如果唔系，咪辜负咗皇上对我恩典。再讲啦，赵大人，我希望喺我审讯过程里边，嗰啲无谓人就冇咁多说话啦。乜嘢话？你即系话老夫系无为人？诶，赵大人，我唔系话你啊。岂有此理！更好添，我一早已经同你有协议嘅，要你将此案速速审结。如果你出尔反尔嘅话咧，唔好话老夫反面无情嘅。走。难道真系冇办法可以救得佢哋？救佢哋系重要。但你今日得罪咗赵仁王，我怕他会对你不利。难道真的没办法可以救得他们？救他们是重要，但你今天得罪了赵仁王，我怕他会对你不利。正所谓生死有命，我都不怕得那么多。其实现在我是担心的，是连累到我家人。那这层你可以放心，我一早已经安排好了，他们全部住在山上，应该很安全的。麻烦了你了。哎，知道了。上次激走他们，他们一定会很生气，尤其是丹丹。算了，你这样做都是为了他们好而已，我想他们迟早都会明白的。叩见皇上。赵永嘉，平身。谢皇上。是呢，你找得朕咁急，究竟咩事啊？皇上，是关于冯京同埋陈永年造反一案。好，佢两个仲未被斩首咩？仲未。点解？是因为处理呢单案嘅更豪天拖延时间。佢点解要咁做？臣唔敢讲。唉，朕叫你讲你就讲啦。是皇上，更豪天、陈永年和冯京根本就蛇鼠一窝，更豪天迟迟未将他们两个人定罪，可能是受了他们两个人的好处。岂有此理！又说更豪天他办案公正严明。皇上，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假象而已。岂有此理！朕都够不起。耿大人，至於包護衛的財富，是因為他賭方贏到大錢，其夫人買賣大米的生意亦賺到不少錢，這裡有本帳簿足以證明，絕無捏造。達，皇上駕到。叩見皇上。叩見皇上。參見皇兄。平身。謝皇上。更英家，你繼續審案。查。係啦，王妹，點解咁啱你會喺度嘅？朕今日都係嚟趁下熱鬧，你唔介意啊？你係皇帝，做乜都得啦，使咩問我啊？係嘅，更英家。
为什么还不判案？是因为是不是因为朕冤枉了好人呢？当然不是，只不过混账，马上判案。冯京、陈永年，你二人密谋造反，如今证据确凿，罪当抄家灭族，明日午时斩首。我初初接呢一件案，就是想救翻你出嚟，点不知而家系我亲手送我哋入王处，呢啲都系天意，你唔好咁怪责自己啦。锦老天，好好，杀咗你呢个狗官！你听我解释啦。我唔听，嘿！陛下，你听我讲，大家根本唔想咁做噶。行开！你听我解释好唔好？行开啊！唔系啊，任浩天，你受死啦！睇住，丹丹，若果你要杀嘅，你杀咗我先。丹丹啊，丹丹，根本就唔关你事，你行开，亦都唔关阿天事。佢假意投向赵仁和，系想得到佢嘅信任，借机会帮我经翻案啫。唉，大人咁样做系忍辱负重咗好耐噶啦。冇错啦，你谂清楚，当日系你皇兄俾阿天判阿京死罪。他是皇上来的，试问阿天哪有得选择啊？对不住阿天，我怪错了你天。不紧要，是我冇用，帮不到他们。我们现在仲有一日时间要救他们，不如。不如咩啊？你的意思是去劫狱？冇错啦，唔通我哋眼白白睇住阿京就咁死咩？但喺天牢里边守卫森严，我哋唔系咁容易入到去噶。入天牢我都有办法。只不过一定会好危险。只要救到阿京嘅，不论上刀山落油锅，我都在所不辞。好，今晚三更，我哋一于劫狱。诶，仲有啊，你爹娘同埋其他人而家仲匿埋喺山上边，我惊住佢哋会俾人发现。唔使担心，只要我安排佢哋匿喺东郊王爷嗰度，人迹罕至，而且亦都唔系咁多人识得去，应该安全噶。好，今次计划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嗯。我有要事找冯京和陈永年，跟我打开个锁去。是的。我哋开其他锁。对不起，我嚟迟咗。好，好，好，快走。快啲啊！快点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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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實呢度安唔安全㗎？係啦，呢度好安全㗎，你哋放心啦。因為呢度係皇陵，好少人識得嚟。係咯，啊講開又講啊，我哋匿咗喺呢度幾日都冇事啊，嚇。咁咪好。點解唔見阿浩天嘅？咦係喎，點解唔見咗阿天嘅？阿天佢幫我湯言官兵，我先走得甩啫。誒，大家唔使擔憂，阿天咁機警咧，一定冇事㗎。我已經帶啲衫嚟俾你換㗎啦，我都去攞俾你哋。好，好，好。多謝。係咯，各位。我哋今晚就喺度休息下，话唔定听朝早浩天就会出现。啊，望就系咁望啦，佢救咗我哋咁伟大啊！丹丹，你唔使担心嘅。如果浩天有咩事，我一定会去救佢。事不好！咩事啊，陈大人？曹将军同李将军已经查出夏贵妃串同赵仁和密谋造反，另立十九阿哥做傀儡皇帝。咁点算啊？格格，请放心，两位将军已经准备出兵突破赵仁和嘅封锁，就可以救到皇上。哎呀，但系讲开又讲啊，阿天而家都仲未翻嚟，唔知会唔会俾个赵仁和捉咗去添啊？哎呀，老爷你唔好乱讲嘢啦。
足足就大件事啦，佢一定翻唔到嚟啊！喂，小华，唔得，我要去打探上宫嘅消息。哎，家嫂，你咁样去好危险噶，不如咁啦，我去啦，你去，咁都好，你出去速回啦，我行啦。聪明啊，呢度就系京城嚟噶啦。做咩？你先点啊？我有啲痛啊。不如揾笪地方休息下先啊。哇！呢啲系神经病，绝对神经病嚟噶，抵我直头掟佢啦。大嘅唔食，细嘅都要食嘅，家嫂。家嫂啊，食啲啊。吴老二，想唔到我哋做埋亲戚添。你哋唔挂你两个咩？而家仲有咩好挂啊？最怕我苏哈未出世，都已经见唔到舅父啦。奶奶啊，我哋更加净系得浩天一粒仔。如果佢有咩事嘅话，你叫我哋点算？奶奶啊，相公可能跟人天上咧。系咯，跟人天上，听日都要斩啦。你放心啦，我一定会谂办法救浩天。啊，京人，咁有咩办法啊？我仲未谂到。不如我哋抢人啦！抢？佢哋咁多人，我哋点抢？就算抢得到又点？佢哋一定会向我哋穷追猛打。唔通我哋成世就匿埋喺呢度？最弊就系救兵一直都未到。不如咁啦，家家，你翻翻去皇宫里边，同你个皇上大佬讲声，向佢求下情啦。我哋两个两兄妹嚟啫嘛。但系我都有份劫狱过。我唔系唔赞成你去，但我怕你一去咗。咁即系点啫？我哋仲话足智多谋。天爷，如果你真的有眼的话，我求下你救我相公。我相公为人正直，是一个不折不扭的清官。老天爷，难道你真的咁忍心睇见英年早逝？老天爷，我求下你，如果今次我相公可以平安无事的话，小女子任丹丹愿意接受十年、二十年，亦都在所不辞。我个仔又叫阿天，但系而家个天都救佢唔到。仲有一个办法，吓？有咩办法啊？有咩办法？有咩办法啊？吓？请你救阿浩天啫，系啦，系啦，你救下我个仔啊！求下你，李大人，七叔。七叔，我求下你，你有办法你就讲，唔通你想阿天个冤枉死，你都唔想奸人当道？咪系咯，奸人当道，我哋迟早灭国噶咋？冇咗近浩天啲有职之士救国救民嘅话，我哋边算仲有希望嘅啫？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啊！唔好再逼我。莫非你有难言之隐？你哋唔会明嘅。七叔，我哋虽然识咗唔系好耐，但你已经系我哋个仔嘅干爹。今日我哋个仔舅父有难，唔通你真系见死不救？如果有咩苦衷嘅，不妨讲出嚟啊！大家都系自己人咯。七叔，当我求啊！真明，你起身先啊！我七叔啊！你仲咁优柔寡断做咩啫？讲出嚟啦，讲啦！你哋知唔知我点解咁优柔寡断？就系因为我以前审案太过有主见，所以搞到家破人亡。原来你以前都系做官嘅。系，我原名叫做马威，
是河南省华阳府的知府。当时我审案无数，但是我从来都未试过审错一件案。在当时我都甚有声威，人人称我叫华阳铁判。但当有一次我将一名贪赃的衙差处死之后，我的一生就从此改变了。原来那名衙差贪赃是因为他阿爹欠了一大笔赌债要偿还，不是他自己要贪图享乐。我将他处死之后，他老爹为了这件事投河自尽，他娘亲就抑郁而死，而他的妻子就从此家破人亡。他妻子为了这件事怀恨在心，有一晚潜入我府中放火，将我爹娘同埋我有新人的妻子活活烧死。为了这件事，我从此退出官场，不再理官场上的是是非非。就是因为这样你就后悔将衙差处死？如果我没有将他处斩的，那我就可以保住两头家，保住七条性命。试问我做官又有什么用？又有什么用啊？其实将贪官污吏处死是很应该，不过因为这件事引起很多事发生，所以你就耿耿于怀，抱恨终身。所以有时错与对，好与坏，是很难分辨的。如果我今次救了阿天，说不定还有很多惨事会发生。这些不要紧啊，现在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一个好天出来，至于付出多少和后果是怎样，我们在所不惜的。是罗七叔，不是巴大人。其实我们每做一件事之前都不知道结果是怎样，但最重要是那件事应不应该去做。好像和秋明咁，大家都互相爱慕，最后私奔走了出来才识到你，现在有自己的骨肉。如果当初你犹豫不决，今天我们就不会在一起。做物爱嬉戏弄人，当退还不必记恨，如何被折磨仍然任我行，天崩临时亦咁好分，地位我于最下层，志向可跟天接近，穷途落魄时才培育圣人，一转运时声威必振，依下调皮傲慢半生，斗志勇谋乐事情深，得失一次难分正与笨，路甜无谓扮怜悯，莫问我主角下人，各去演相当气氛，无名做蚁人，成名做伟人，翡翠石头扁粒真藤，嘻哈调皮傲慢半生，斗志勇谋乐事情深，得失一次难分正与笨，老天无谓扮年。